你拿后卫啥用啊？不能出去了，刚。你俩又跑我这儿干啥来了？啊？刚出去就想溜溜去？还想出去？说话。啊，不说话，你跑我跟前干啥呀？咱俩聊天。想出去？还是饿了？啊？啥意思？饿了？你不刚吃的吗？去去去去去去，溜溜去。你干？你别挠我！你别挠我，下去。你挠后卫啥用啊？不能出去了，刚刚回来，我累得慌了。我不出去了，你消停啥？你自己出去行吗？你消停，你消停啥？消停。就不带你去，就不带你去，就不带你去。你再骂我，你再骂我，你再骂，打你，翻个，翻个，翻个，来转一圈。呀，现在不出去就骂骂咧咧了，啊？走，溜溜去。你这是干啥？你又想干啥？你蹭着我，蹭着我的你啊！你别在这蹭着我了，行吗，李小琪？啊，你看这波妞多乖呀、啊！你搁这蹭着我有啥用啊？你干啥呀？咱刚回来，不能再出去了，宝啊，宝不能再出去了，真的不能出去了。想出去啊？你给我小点声！哎。外边有女朋友啊，她不是你的女朋友吗？你还出去干啥呀？还出去？不行，趴下，趴下，趴下，再趴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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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点声，你给我小点声。哎，这刚出去就还得出去，你看看。给我挠了几个印子，那这么能玩儿啊你啊？啊，哎，又靠出来了，又靠出来了，啊，廖七，你瞅着我，你咋就那么爱玩呢你？啊，小七，妞妞，李小七，你最好离我远一点。你太热了，你挨着我。行了行了，别挨着我，你太热了，真的，你太热了，你离我远一点啊。廖新军，哎，你离我远一点，你别靠着我了，太热了，你去去去去玩去玩去玩玩玩去，你别靠着我了，你俩这别瞅我了，去，自己玩会儿去吧，行吗？自己玩会儿去吧，好不好，小新？嗯。自己玩玩去，去，自己玩玩去。坐下，坐下，坐。小七，坐，坐。自己玩玩去吧。什么？行不行？想吃零食啊？啊、哦，想吃啊？点头，你再给我点一个头。哎，你再点一个头。哎呀，那我一会儿给你拿零食去啊，行不行？行啊，哎，你想吃啥零食？小点声是骨头，大点声是，不是小点声是饼干，大点声是骨头。你吃哪个？吃哪个？哦，小饼干呢？是不是？试试起了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，是是是是。走走走，我给你求小饼干去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哎，开心了，知道咋回事了，今天开心了。哎，波妞也知道咋回事了。走了走了，求小饼干，走走走走走。小饼干来了，坐下，坐下。你也坐，坐。蜗牛坐。哎，小七要吗？要不要？说话。是这个吧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啊，那给一个。你还不会说话呢。
就趴着吃了。第一天一到吃零食的时候就开始找我，平时的时候也不搭理我。哼，嘎吱嘎吱的吃吧。